京宝大厦做了一套现代奢华风的全屋家私。首先是客厅电视柜，右边做了圆角层架，整个电视柜主要是用灰色、白色、石纹、金属框做配搭。而柜面主要都是选用喷粉门板，用喷粉门板就可以做出更多造型设计啦。左边的层架就用了金属框灰玻璃门板，配埋灯带更加有时尚感。另一边就是玄关柜，客人做了一个圆弧式吊架，其中一格用了金属框玻璃门板，台面就用了石纹材质，整个柜都是主要选用喷粉门板和金属拉手，营造了轻奢风。来到客厅的另一面，客人做了一个石纹吊柜，圆角设计安全得来，空间都变得更加圆润流畅。然后就是妈妈房啦，妈妈房就选用木纹饰板，温和舒适，到顶大衣柜加上金属拉手，更加美观不沉闷。床头柜和衣柜一体式设计，还做了调子增加美感。大房分了姐姐区和妹妹区，首先讲了姐姐区先，床选用了木纹饰板，床边做了一个细柜方便收纳，书台和客厅相呼应做了石纹材质，入面还有一个隐藏收纳位，吊柜加了圆弧式吊架，书台是连住到顶大衣柜的，柜门装了拉直器，可以防止门板变形。另一边就是妹妹区，床尾做了一个石纹吊柜，而床头床侧就做了一体式储物柜，其中两格还用了落英粉色，看落就没那么单调了。用吊柜和半身柜打造了床头柜，中空位置同样都是用了石纹材质。如果你有家私的 idea 想做，就快点上来跟我们的设计师谈一下啦。